这整趟针怎么回事啊？别看，这地方磁场有问题。啥呀？我知道，我们进了魔王的底盘，一定是马殿臣使了什么妖法，想把我们困在这儿。魔王？那我们会不会都死在这儿啊？死你个大头鬼啊！你干嘛呀？我要把你敲醒。小心点，跟我走。小丁，别过去！哎，小丁，快点啊！小丁，你别慌。阿鼻子，绳子。快救我啊！你抓点紧了。哎，小丁，这种早凿灵子我见得多了，这样拉，连线的月神。小丁，抓紧这个，来，套到自己身上。平躺。对，相信我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来，往下拉，用力，往下，小心，给力啊！啊，把手给我，大鼻子，拉住他。好。起来！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感觉，有只手一直在拽我，他拽我的腿。没事了，你上来了。不许生气了啊！彩花，这次谢谢你救了小丁。没事儿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怎么不谢谢我啊？哎，老哥，我是怎么掉下去的呀？我不是一直跟你们后边的吗？不，我也纳闷啊。小丁哥，你就没看见那边有个沼泽吗？我走过去的时候明明是平地，怎么就冒出来个沼泽呢？难道说真的闹鬼啊？哎，那里边到底有没有人啊？冷静点，大家都别胡思乱想啊。你看。
我们是在圈里打绕。那刚刚那个沼泽地呢？沼泽地也一样，小丁跟着我们走，受到迷雾的影响，一不小心掉进沼泽。这儿太危险了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。对。找活的！哎，帅哥，站住！别跑了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追！不是很好使吗？要不你试试。不行，这儿太静了，什么都听不到。我有办法。快说啊。二鼻子，把绳子拿过来。啊。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搭把手。我来，姐，不能让女孩冒险。林子的事儿我比你们都强。对对，让他来吧，他杀过两只狼了。杨队长，你放心吧。你让我干什么？绑腿上，跟我一样。准备好了吗？张宝庆，别紧张，真不是魔王，这根绳子是保证咱俩不走散，而且在一个方向上。我是跟着你一直往前走的，在这种环境下，眼睛是会骗人的。对不起。没事，相信我，闭上眼睛。
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高兴啊，哥们之间不都这样的吗？哎，你还脸红嘞！哇，我也真的害羞吧？你闭嘴！我告诉你啊，可千万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我只喜欢姑娘。你干嘛？绳子还没解开呢。大哥，这情况不大对呀。是啊，这林子可太怪了，好像不管往哪儿走，都走不出去啊。你说，咱会不会遇见鬼打墙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大哥，我不想死啊。大哥，我不想死啊。大哥，我不想死。大哥，闭嘴。马殿臣，别说他早死透了。就是活着，遇到我也得让路。白莲，抓个活物过来。哎呀，你们千万不要夸我，我知道我自己很厉害的。老秦哥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呀？看着跟别人一样，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哎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那个只是随便想想而已。别夸了，再夸上天了就。姐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负100米，10度，陆国华最后标注的数字。没错，就这儿了。这里很可能是他最后的目的地。你还觉得是巧合吗？我不想跟你争。等陆叔醒过来之后，一切就有答案。希望他没辜负你的信任吧。不过现在我更想知道，他为什么停了下来？因为经脉。队长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哦，没事，赶紧找邢月野。小红果，给我口水喝。队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要往哪儿走啊？这应该是下游，矿脉应该在中上游。老邢如果能找到这条河的话，他应该也会往上走。这样，大家都沿着河找，兴许能碰上。那如果邢副队被抓了呢？那你马上报警。老高、小丁啊，哎，你们把仪器都拿出来，咱边找边探测。时间长了，这种事儿也遇见过几回。这些兔崽子能在这个林子里活下来，肯定知道怎么个活法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儿。啥意思啊？这条河很可能就是马殿臣藏宝的地方。真的？真的？咱赶紧出发呀！不行。那是什么？什么？
我看见你们跑了，别吓死人了，真是脑子呀！王爷，还是红色的呢。姐，你觉不觉得宝庆哥跟小红果有点不太正常？哪儿不正常？宝庆哥是不是喜欢小红果呀？长眼睛的都看得出来。真的呀？你喊什么呀？他不是跟你一起吗？现在怎么又跟小红果一起了？什么叫跟我是一起的？是你把他带来的，他又是帮你杀狼，又是从奶奶那儿救你。我觉得你俩挺有默契的。那是他骗我，让我带他上老龙口。那宝庆哥现在不也在想办法带你去天坑吗？姐，你觉得他俩能行吗？肯定不行。你怎么老是不相信宝庆哥？叫你乱讲话。我说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又说我坏话？臭美，我惹你了。谁？哎，邢副队。老邢。邢副队。军爷。老邢。邢副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邢副队？水，给我水。我看看，什么呀？这是。马上，我看这啥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刘哥，我看看。我是蘑菇。还真是。我说是啥？原来是蘑菇。马特，你看。虚的。哎，那个虚虚的。虚的。虚怎么没了？虚的。啊？刚才不是还有吗？对呀，缩进去了。哎，你说说这是？这蘑菇怎么长这样？啊，对呀，不知道。不是这坑里古怪东西这么多，长啥样都不稀奇吧？哎，八套，咱捞几个，中午大家煮了吃饭，好不好啊？你吃吧，吃啊！开玩笑嘛。怎么了？咋了？咬人的蘑菇，这蘑菇咬人啊！咬人？对嘛？蘑菇能咬人？你看这个血啊，这个真咬人啊！哎呦，我也被咬了。你说你被林邦抓了，那你怎么出来的？刚开始我怎么都找不到路，一直在原地打转。再后来，我就撞晕倒了。等我醒过来，迷迷糊糊就碰见你们了。我懂了，是你的伤转移了你的注意力，所以说环境干扰反而少了。听不懂。邢副队，我给你上点药吧。是不是你？你干嘛？是不是你通知你那土匪爹，让他来劫我们？我没有。你还狡辩！不是，你干嘛？刚起来叫打人是不是？他有问题。你才有问题呢！干嘛呀？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还不够清楚吗？啊！非要我们通通被他爹杀了才算完。队长，你看我这伤。都是他们弄的。哎，小红果，小红果，你等等我，小红果，你慢点儿。哎，
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摔伤了没有啊？你哭了？你快回去吧。不是，这里边全是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万一你被怪物抓走了怎么办啊？你不怕我呀？我怕你干什么？你又不吃人。你刚刚不是也听见了吗？不是，老邢就那样，你别理他。再说了，血蘑菇是血蘑菇，你是你，不一样。你相信我没出买大价？那你做了吗？这不就成了？老邢那边我去对付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你脸上全是灰，你赶紧洗洗。我妈跟我说过，吵架最重要的就是面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，气势一定不能输。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姐，我有点着急，我想去上个厕所。快去。哦。什么呀这？
快，把他们往大树那边引。老乡，师傅的，队长，怎么样？这都什么情况啊？那两个人怎么跟疯了一样，从那儿冒出来的呀？林棒的，刚才帮我的人就有他们俩，我还奇怪，刚才还好好的。老高，小丁，你们照顾好他，看好装备，我去帮他们。哎，队长！哎，快别雷姐，他们好像上不来啊！你发现了吗？啥？他们速度很快，但是反应好像不太灵活。他们不会真的是僵尸吧？你见过这么有血有肉还活蹦乱跳的僵尸？别废话，绳子给我。哦。知道要干什么吗？知道，抓野猪呗，跟以前一样。对，抓野猪。蔡官，您没事吧？不是，你怎么一个人就跑过来了？我是队长，得对你们负责嘛。你可拉倒吧你！哪次出事不是我姐去帮你？队长，行了，你什么意思？队长，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队长，真棒！喂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他们听不见，真疯了。你说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哎，小红果和张宝庆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啊，该不会他们也遇到疯子了吧？啊，你们别动，我去找他们。别动，姐。来俩，来俩。
醒醒啊，艾丽啊！先试试心肺复苏。心肺复苏。怎么不行啊？难道我唱错了？行了，你就别转悠了，一会儿又咬你。哎，我还有个办法。又是念经啊？不是，我听老人们说过，童子尿是治阳的东西，能驱邪。哦，是有这么个说法，我也听说过。别胡闹了，那是封建迷信。那要不然你有什么办法？我，小丁，来，你过来。我干嘛呀？尿他呀，驱邪。我不去，你去，我没有。我刚尿完，我没了。走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去，别闹了。我刚尿过，没。哎，行了，什么时候了，还闹？你不尿，我尿。你去就去吧。大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艾丽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特别疼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谁伤的你啊？黄瓜。他呢？